今天可以买票了，现在11:50，12点啊，12点是不是就开票了？姐姐，啊，什么？什么可以买票了吗？哎、欸哦，那要不要上网查查看呢、啊？看一下吧，看一下，哎、欸，12点才能买啦。12点啊，现在几点？11:50啊，现在11:50，对。哎、欸，那我们到底要不要帮阿福买啊？应该要吧。干嘛？要吗？各位伙伴们，你们不用帮我预购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也会上台表演呢，真的让人家太开心的一件事情了。你们一定要来看我们演唱会哦，而且是六人合体的演唱会。报告完毕，拜拜，阿罗哈。可可。好啦，那既然他可以自己买的话，而且他反正本来就要来啊。对啊，对啊。OK 啊，那就等一下10分钟之后上啊。10分钟之后，哦，还有10分钟而已啊。12点。所以12点，12点我们就可以买票了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呢，12月16号的时候，不只要祝我生日快乐哦，你们还要记得中午12点的时候就要上网去预购你们的票了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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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哈哈哈哈。真的是神速哎，神速哎。